个厂，人人有份，快来认领吧。看，这都成啥色了？长这么大没见过这样的，是妖怪来了吧？哎呦天哪，这个能见度！哎呀，黄沙满天。3月27日，内蒙古多地出现沙尘暴，天空都被染成橘红色，恐怖黄沙墙迅猛推进，河北、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北京都遭遇沙尘暴袭击。27日当天，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遭遇沙尘暴侵袭，多地黄沙漫天，锡林郭勒盟部分地区出现强沙尘暴。据中央气象台消息，受沙尘暴影响，内蒙古苏尼特右旗、四子王旗等地能见度显著下降，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。苏尼特右旗气象局已发布沙尘暴红色预警，当地紧急停工、停课、停产、停运。网传视频显示，内蒙古出现强沙尘暴，恐怖的黄沙墙遮天蔽日扑面而来。有网友惊呼：“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地方着火了？烧得红彤彤的，真害怕房子被吹走了。”一名女子站在楼顶拍摄沙尘暴视频：“这天成啥色了？长这么大没见过。哎呦，这是妖怪来了吧？这个能见度，黄沙满天。”内蒙古网友大宝七七格在社交媒体贴出照片，称内蒙古出现强沙尘暴，一出门差点被土埋了，千万颗黄沙扑面而来，头上、脸上、鼻子里、嘴里满满当当的土。他表示，经过治沙有好几年都没有沙尘暴了，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了。内蒙古的沙尘暴迅速推进，黑龙江、河北、北京等地也出现沙尘暴。3月27日夜间至28日，沙尘暴扑向黑龙江，黑龙江变黄龙江了，哈尔滨、齐齐哈尔、大庆、绥化都受到影响，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外出。有网友表示，吉林长春也沙尘暴呢，辽宁鞍山天空也黄了。有视频显示，沙尘暴已到达河北张家口，河北已经开始灰蒙蒙的了。有河北网友对沙尘暴天气感到疑惑，到底什么原因？前几年不这样啊，就从去年开始的。辽宁沈阳也遭遇沙尘暴，有网友贴出图片，外面停放的汽车上面全是泥点子，穿的衣服上也满是泥点。该网友自嘲，这天别穿黑色衣服哈。北京网友表示，北京昌平也出现沙尘暴了。有网友调侃，北京昨天刚下完雨，今天又沙尘暴，活泥呢。中央气象台3月28日6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、大雾黄色预警、沙尘暴黄色预警。预计两天内，新疆南疆盆地、内蒙古中东部、宁夏北部、陕西北部、山西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、山东、河南北部、黑龙江西部、吉林西部、辽宁中西部等地都有沙尘暴天气。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三门镇古洞村啊，对，你家这个井水什么情况？这是天热啊，你看那烫手啊，烫手啊，啊，烫手。近日，四川成都新都区初三语文试卷上有篇文章《杜鹃花落》，被指涉嫌美化侵华日军和侮辱中共八路军，相关人员遭停职，作者也被免职。据报道，《杜鹃花落》的主角是一名侵华日军大佐，他儿子自帝国大学毕业后，为了看望父亲被中共八路军逮捕，他誓言报仇攻打八路军，不料却炸死了自己的儿子。这篇文章以共军、逃窜等词汇描述八路军，并形容日军抱着儿子的尸体喷出鲜血向杜鹃花凋零，被认为把日本人的死描写得过于悲壮，涉嫌美化侵华日军和侮辱八路军。成都市新都区联合调查组25日晚发布通报，称已全面调查，对相关的教研员及区教科院院长予以停职。网友发现，杜鹃花落是河南汤阴县一中学校长李家前于去年撰写并上传网络。汤阴县教育局工作人员26日表示，李家前已被免职。成都市民张先生：抗战的主力是国军吗？当时八路军、新四军也在国军训练，而且他们没有正面抗日，在后方抗什么日啊？自己孩子去世，那个悲愤肯定有了。
而且小说本来就是编造的，又不是写实，被停职免职太过分了。昨天我们几个吃饭，他们提起来很荒唐的，越来越荒唐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